你们知道怎么煮无水火锅吗？不知道。那秘密呢都在这口皇后锅里了，还保证食材鲜美，想想都馋死了。哇 ，Superman！ 来来，这个是有仪式感的 ，bro。Cool。上食材。对，先把这个五花肉铺在最下面，铺在最下面。对，然后把牛肉丸铺上去。对，然后再把菌类摆上，玉米然后铺在这边。来，我们主厨展示一下无水火锅。这个真的不加水吗？是的，就把食材放进安利皇后锅，用手机 APP 给电磁炉定个时，就定个20分钟，对，左右就可以了。哇，非常的 nice， 工作娱乐不耽误，这才是自由享受的入厨新时尚。不说了，等20分钟吃饭了。那我们先去安利区吧 ，Go Go Go！